过几天迈瑞少年游乐季就要播出了，大家又可以看到偶像练习生中的学员了。那么迈瑞少年游乐季是一档什么综艺？小编给大家揭晓一下嘉宾阵容吧。迈瑞少年游乐季是一档什么综艺？迈瑞少年游乐季是一档旅行记录真人秀综艺节目，由迈瑞娱乐旗下男生组合厂牌 MRX 出品。目前主要拍摄成员为罗正、李希侃、于明君、吕晨瑜、邓朗仪、孙凡杰，每期将呈现少年们旅行途中的趣味记录。迈瑞 Channel 定期更新。嘉宾阵容揭晓：罗正、李希侃、于明君、吕晨瑜、邓朗仪、孙凡杰。